彭波今年三月被调查时，官方通报罕见的只提及其中央六幺零办公室副主任头衔。八月十七日，彭波被立案审查，罪名包括对抗审查、权钱交易、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等罪名。 六幺零办公室是江泽民建立的，专门用于破坏法轮功的机构。近年来，六幺零头目纷纷落马，包括中共前中央六幺零办公室主任李东升、前中共中央六幺零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前中共中央六幺零办公室副主任孙立军以及前中央六幺零小组副组长周本顺、张月等。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